你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杜真林。美特工业 Manitech Industries 第二厂房在今年3月建好后，两个阶段的扩充计划终于完成。如今，公司每年可生产4500万件制衣，产能增加了22%。大众投行研究相信，该公司将可受益于贸易转移，并将净利预测上调5%。因为公司的主要美国大客户将转交订单给越南和其他东盟制衣商家。另外，明年的东京奥运会预料会激励各大运动服饰品牌的销量，行家也看好美特工业将可受益。此外，该公司的净现金状况稳健，目前有2亿2580万令吉，4%的周期率也很有吸引力。行家将目标价上调至7令吉75仙，评级为超越大市。